关怀着新民众，中华馆员蓝俊宇结合诚信人士白美美办理关情的活动，传了米、米粉等等物资，送予秀水乡内家收入好，希望透过这物资来帮助弱势族群减轻生活面顶的负担。这物件收好哦，好，来，安坤哦。登记关怀就是爱心白米白，即个是配合关怀蓝俊宇发放白米和秀水乡内家收入好。今仔日吼，好时好日吼，啊来秀水蓝俊宇啊，即个服务处发白米米粉，搁有即个餐盒吼，啊，即个少年的蓝俊宇吼，有心吼，关心地方跩弱势，所以今仔日吼，特别来到伊个服务处发跩。白米啊，加物资哈。蓝俊宇表示，即届关键活动结合了林伟丹秀宝服务处加爱心白米白，准备了白米、米粉、胖等等的物资来送予弱势民众，希望透过这物资来帮助因减轻生活上的负担。啊，今仔日非常感谢哦，咱迄个爱心白米白啊，来到俊宇服务处啊，配合着咱秀宝委员这边吼。来发放着咱这个白米啊，还有准备我们的西点面包，还有我们的新竹米粉哦，来遮来关心着咱秀水咱遮的家收入好。嘛，真欢喜咱白米白伊逐年吼，每一年伊拢会准备这个白米啊，白米拢是家己所种植的白米啊，挑选最好的白米，甚至讲物件无够，啊伊搁家己贴钱落去买其他的白米，拢选择有一个白米啊要送予咱这个家收入好。所以讲伫遮在此嘛是非常感谢咱白米白伊长期来做着咱这个爱心来关怀着咱这个家收入好。嘛希望讲哦，白米白虽然抛砖引玉，嘛希望说有更多的我们社会上的爱心人士，还是企业吼，啊，可以继续来响应像白米白这种爱心的这种心情、这种态度，来帮助到我们所有的低收入户、所有的弱势族群。蓝俊宇表示，透过关键的活动，希望会当保证应用，吸引更加侪人做伙来关心弱势，让因感受到社会对因的关怀。新中华新闻，蔡仁清、秀水采访报道。